大家問下，呢啲係咪寄生啊？嗱，呢度有棵植物啦，呢度有啲唔知咩嘅植物啦，咩生物啦，咁咧究竟佢哋係咪攞緊個著數咧？攞緊呢棵樹嘅著數咧？啊，睇下埋啲啦，呢啲係真菌嚟嘅。咁雖然兩個 species 黐到咁埋一齊生存，咁但係呢個唔係寄生喎，呢個附生嚟嘅。咁又唔係喎，明明呢棵植物仲有生命嘅喎，咁佢表面有啲死嘅組織啊嘛。我哋唔係成棵計啊，咁呢啲真菌咧係生喺佢表面嗰啲死咗嘅組織嗰度，咁組織腐爛緊噶啦，咁呢分子啦，好靚，好似靈芝咁嘅，咁就小心啲判斷喎，唔係一你見到一隻生物生喺另一隻生物身上邊，一定係寄生嘅喎，可能係附生嘅喎，咁啊尤其是呢啲真菌類添，啊真菌係可以寄生可以附生，所以大家要分得清楚啲喎。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它究竟呢是不是在活宿主身體裏面攞緊組織攞緊食物去用，那這個就不是了，腐爛緊的樹皮它其實分泌啲酶出來，它的意思是真菌那些真菌分子分泌酶出來消化了這棵植物，這個可能是死了組織來的，那它就不是在活的宿主要攞養分，所以這個不是寄生，這個是附生，附生就是 saprophyte 就是 saprophytic nutrition。